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十五点毁灭人，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，请你多口下留情。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十九点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二十一点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二十五点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你才能得到自在。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二十七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。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，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。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，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，有德自然香。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。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